针对易发生或是曾经发生暴力、贩毒、酒店、舞厅来实施营业时间多次性而且密集性的明显，主要就是不要让这些场所成为我们治安的破口。那我要在这里重申警政署的立场跟我们的态度，这样的一个全国性扩大临检绝对不会是一次性，也不会流于形式，我们会持续而且贯彻。那业者不要侥幸，也不必观望，我们会要求全国警察局长勇于承担这样治安的一个责任，如果业者不配合，会采取更积极的手段来断他的金流。那我们希望业者也要负起社会责任，自我管理，那这个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治安事件。谢谢。